你想你愿望也是为了实现吗？我要求的都是那种老。不，箱子天天，哎呦累了，我就气得不吭声了。谁不累？电话打个问，走问一下，没有现货。你走问一下，叫他布料先寄过来，样品先寄过来，有现货。今天的就好了，道理懂了呢，哈。今天是道理没懂进去。 现在又怎么又辞工了？我想上班了，上班没前途。上班没前途？对，这辈子打工是不可能的啦。我都想着干着干着都不想干了。据传在。 黄帝同治时期，出现了一种叫年的怪兽，它吞噬牲畜，杀害人命，其中大多是幼儿。基于其迅猛凶残的攻击力，狗和村民们都不是它的对手。绝望之中，村民们请来了狮子帮忙，狮子勇敢地冲向年，并使它重伤，最后年大败而归。